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冠冠耶，欢迎来到我们《基线三傻》第一集喽！哦，嗨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。哦，嗨哟，哇塞，侠！没错，各位，我们继三傻三界之后，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《极限三傻》。这个顾名思义，我们这一次呢，不是要来玩《原味生存》。它不就是原味生存的极限版吗？是啊，但是我怕有人会误会说会不会是矛盾生存的三人版？不是不是，我们这只要有一个人死掉，直接整个系列腰斩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是矛盾生存的进阶版，那就是脚干生存了。你怎么变小三了？原来是我变脚干了。大家不要以为腰斩就腰斩，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肯拔制度的了。哦，没错。我们有讨论说腰斩的话大家怕被当这个系列的罪人，所以大家都会尽量的偷懒然后偷雷哦。那我们每一集都会在右上角开放一个投票，你觉得这一集谁最雷，你就投下你神圣的一票把它灌上去。但是我们惩罚的不是最雷的那一个，而是三个人之中票数最中间的第二名。没有错，各位你们没有听过啊，因为怕会有观众说哇这个人真的太雷了，然后故意去灌他的票，然后让那个人一直受惩罚，所以我们为了公平起见，第二名的票数比较难控制，就给第二名去受惩罚。好，没有错，在最中间就是那个最没存在感的、最没有效果的，去砍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挖木头吧，等一下晚上对对，开始了开始了开始开始开始。我们关于肯拔的部分啊，要怎么处理？你不是说用培根甩脸，然后再把它煎去吃掉，然后还要讲一些恶心的话？那按你们两个人，我 OK 啊。那我们就是每五集做一次结算啊，五集呢看谁在第二名的次数最高啊。如果不小心碰到平手的话，那就是由趴数加起来最高的那一个去做惩罚啊。了解了解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在这个啦，加狂战的生存能力很高的，好吧？我要跟你讲这句话，然后避免我被灌票，灌到最雷的那一个，不行不行，我先讲一下。最雷那个没问题啊，贵好是第二名的有问题。好，所以也不用开刀给我嘛。我觉得我背后凉凉的，瓜哥好像是最稳定的那个哦，就是最没有存在的那一个了哦。对，我都是很边缘的。你们有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系列至少可以拍到几集啊？能个十集就偷笑了吧？我觉得啦，跟野味真可能一样，100集啦。我觉得我的肝不够哎。啊，对，还要额外跟那个观众说，我们这个系列是不会出小集的哦。哦，对，然后它的发片顺序是跟三傻三界一样的。然后我们是礼拜六八，对吗？没有错哦，所以各位观众是看完《三傻三界魔主生存》之后，就可以接续看《极限三傻》啦。各位，我没有盖雷了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已经在挖煤炭了哦，我早就已经有火把了。各位，你们看我的画面，什么都没有啊、哦。我觉得我找不到煤炭嘞，我可能到地表上面先找一下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至少我不会盖雷的啦。那你就是第二名了。对啊，应该不会吧？第一个被甩培根的就是河马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也挖到很多煤炭哦。按网站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没有要在一起哦。没有啦，我们先各自先收集好东西，然后有个基础之后，我们再汇合。所以我们这样子基本来说，我们今天应该要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？先挖到铁吧。铁一定要先啊，先没有撞砖啦、啊，我们记得要挖到第一颗撞石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谁先挖到钻石啊！我现在很怕，说我等一下挖下去是一个峡谷，然后我就摔死了，我就腰斩了。这一局要腰斩也太砍了吧？怎样？我岩浆峡谷啊！我以为河马要再见了，真的会怕哎、欸！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刺激啊？我刚被立骨那个拽伤下骨，我现在是非常的紧张哎，我现在也很紧张，我不想受伤。Toasty！ 死定了！关关，等下！好险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哇！我玩到肚鱼哎、欸！啊，我不要往下来了。我刚刚看到那个，你知道我想到那个我在吃培根的画面吗？哇塞，哎、欸，这样子都可以挖到肚鱼，是什么情况啊？应该运气非常好哎，竟然会挖到肚鱼。
今天找到第一颗钻石有这么难吗？不会啦，很快可以找到了。哎，挖到蓝宝石有没有用啊？绿宝石吧。这个是什么蓝什么？这个青金石啦。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有用？可以附魔哎、欸，对吧？可不可以魔古筝可能玩太久了，那我就要附魔了。可是我是不是石镐挖不起来，对不对？石镐可以挖，肯定古应该吧？我记得可以挖吧？你试试看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如果不能挖，河马就累了。来，哦，可以耶！666不要啊，河马没有要雷的、啊。我可是真魂大哥啊，不要开玩笑。我挖到黄金了。是呀、哦，对呀、哦，你可以准备做金苹果咯。哎、欸，我前面有一个人呢、欸。啊，岩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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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觉得很刺激啊？有。平常玩生存模式就是、啊、岩浆岩浆怎么了？死了就算了，回到重生点而已。对啊，看一局认真捆，怎么可以腾个脚筋啊？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说好不可以故意打死对方啊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你连靠人家一家都不紧哦。如果你靠一下，我觉得就算了啦。如果你靠完了，结果是害他死了，那这个系列的腰斩要你扛这样。哈，可以故意靠人家一家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如果你靠，结果他不小心被刚好被旁边的苦力霸炸死，也是你害的、啊。哦，哇、哎！哎呦，河马这一局没有雷哦。哎呀，第二名呢、哎？第二名呢？哎呦，好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哦，好像进度有点快啊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没有拿进度啊？你们都要混啊？啊，我慢工出细活啊。我想要当第三名啊。第二个来硬的哦。哦，瓜哥搞不好会干第二名哦。哎，瓜哥，我发现撞哥。怎么可能？要结束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包哥啊，这次我没有雷喽，我就打去第一名吧，哈，不要故意乱逛票啊，观众。一排排的进度都是我先的哦，撞击也是我先发现的哦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第一个是瓜哥，瓜哥石器时代。这个给挖石头都可以哈、哦。那、啊、现在我们可以汇合吗？因为撞击我也发现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汇合吧。然、啊、后我们汇合也是很重要的，不可以再汇合了都死了、欸。可是我怕外面应该是晚上了哦。欸、我们要怎么知道它是白天？不知道。啊，你看你个录影时间。啊哈，我现在18分了。那18分，哎、欸，那应该要白天啊，正要晚上吧？那就可以，没有，这样两分钟。看两分钟应该就可以上去了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在那。没白天不是20分钟吗？没有，十分钟啊，十分钟一次、啊。对啊，隔半分钟是吗？是我怎么记得白天是20分钟，然后晚上是十分钟呐、啊，白天十分钟、啊。哇，八哥你雷了哦！我最雷。那我们有讲好是说，影片发布后的三天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投票率来当判定的结果，不可以说有没有人家看到什么第二集发现实在太雷了，跑去第一集灌票，不能这样。哎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我们收集食物的任务是不是就交给下一集了？都可以啊。哇，我现在很艰难的上去耶，你们可能要等我一下。好，来趁他们两傻来之前呢，我看能不能稍微找到一点食物哦，不然我觉得我要饿死了。我、哦、看到一只牛，哎呦，不错哦，三只牛，啊、四只了啊，有了，有食物了，各位。刚刚关，哎呦，空刚，啊，关你在哪里啊？我在附近在抓牛啊。哦，这个牛跑去给那个枯工保护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没果哎、欸，哎，对，这 1.15 的版本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还会遇到蜜蜂那些哦。我看到你们两个了，瓜哥你好雷哦，你怎么那么慢？怎么我雷？你看我穿什么？罐罐，我不敢看。罐罐，你看我穿什么？你不要叫我看，快点啦，你走开，快点啊！哇，全身铁装！你知道铁装有什么？我给你看，我身上有一大龟哥哥来，那个有没有看清楚？有没有？他们哥哥，我努力挖个，不要急啦，还我啦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进度有什么？来，东西都丢到这里面来。哇，我们瓜哥开始有食物了耶！哇塞！啊，好厉害哦！不要丢到这，好不好？啊、河马嘞，我看一下，哇，河马是怎样？又有食物、啊、又有铁，了不起哦！我只是没有做铁装而已，他还可以做金装哎！是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也算是还蛮刺激的、哦。
没想到平常虽然有在拍也会生存，但是真正玩起极限生存的时候，那感觉完全跟平常是不一样的。瓜哥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觉得手汗一直流，我感觉到玩狂战的刺激感。那不知道各位观众觉得这一集谁最雷呢？我们第一集一样有投票，在右上角可以去投一下，你觉得这一集谁最雷，就用力的投他吧。但是我们是第二名啊、哦，第二名才会受惩罚啊。我怎么觉得第二名是我啊？我没有钻石啊，我只有铁装全套，我装备都不见了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。那我们这个极限系列呢，应该也是会跟云卫生的差不多的走向啦，也是要盖家嘛，做一些有的没的，反正盖家都会有机会摔死哦，所以我们不会排斥任何的主题哦。那就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发展吧。那么再见，朋友，差不多做一个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，不要忘记喜欢。那如果想持续观看我们三个最新发布的影片，来订阅我们三个吧，来个把影片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极限三傻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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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来，各位全靠铁抓给不给？我也有哦，我还有铁剑哦，好不好？我还有铁镐哦。这个人很不想要当最后一名。